有超过五十只，然后我就傻眼，我就开始狂哭。爱我读的大家好，我是时璇，然后今天我就要分享这些我的爱用品们，就在这里。应该有100罐，应该有。我喜欢收集，就是可能上面它有一些，就是它可以刻名字的。那我就觉得哇，天啊，这就是我喜欢的味道，然后上面有我的名字，就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。我带了很多我原本就很喜欢的，其中这个喷到空，空到不行。然后这一瓶是 LV 的 Approach， 它叫铃兰。像这瓶我也是喷到空，它也是我前三名。然后它是 Barkido 的无人之境，超级香，它是有玫瑰香调，然后配有一点木质调的感觉，所以它不会那么女人，可是又是很香，然后是。我超常喷这瓶，然后被路人问说：“哎，你是喷什么香水，怎么那么香？”这样，这瓶真的很推荐。我从国中开始保养嘛，所以我就知道，女生就是一直以来都保养，因为我小时候就看着她一直在擦瓶瓶罐罐在身上的那个感觉，所以我就是知道说皮肤好是一定要花很多时间保养的。保养的话，我比较喜欢最近喜欢的是这个兰蔻的乳霜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它是比较轻薄的质地，然后也味道也很香，就是有玫瑰香味，然后它不会。擦起来很黏的感觉，然后很快就吸收了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。然后还有这一罐是，我至少已经用过超过50罐吧。哇！我真的超级喜欢，我每天妆前一定会擦它，因为擦它完之后我的妆就会比较贴，然后它可以让肌肤有一个透透的感觉，就我很喜欢这个，很好用。我平常就是有时候会湿敷，然后有时候直接擦，可是通常我比较懒，所以我通常都是早上起来。的第一个步骤就会先擦它。如果是晚上的话，我会先擦化妆水，然后再擦精华液。然后擦完精华液的话，会擦乳霜。然后这个乳霜我也很推荐，这个乳霜是肌肤之钥的乳霜。然后它就是擦完之后，你会感觉到脸变很紧，就是有个很绷的感觉。然后隔天起来脸也很亮，这个我也很喜欢。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出国一定会带的，这个是娇兰的油。然后它是通常如果我去一些比较干的地方，我脸就很容易过敏，然后会红红的。我比较不是那种脸上有很多痘痘的那种肌肤，但是我就是会一块块红红的。然后我擦完它，通常我脸就可以马上降红，然后有一些脱皮啊不舒服的感觉就也会不见这样子。那个东西我用了之后，它不能让我会有就是过敏反应，因为我一擦上去通常就会马上有一颗一颗啊，或是马上起泛红，很严重这样。所以如果通常我一擦上去那样，我就觉得哦，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它有可能会让我皮肤过敏的东西。我觉得我自己先用我的脸来试，再给大家。2年前那时候有也好像是你们欸，你们有发一个就是情人节还是什么限量50支之类的，然后我就传给我男朋友在上面 tag 他，然后我还马上删掉，因为我想说完蛋了他会跑去买，所以我就马上删掉，结果他隔天就买给我了，不是很高这里。他一开始还没有办法取货，然后他就用讯息然后传一张提货单给我，我想说是什么东西啊，然后上面就写 Time for 50支，然后我就傻眼，我就开始狂哭，然后我跟我朋友讲，我朋友说你怎么会哭这种东西啊，为了这种事情哭，你应该别的更感动的事情哭啊，怎么是人家送你50支唇膏哭你又擦不完。然后我那时候说，可是因为那个唇膏就是它是用50个女生的名字命名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感人的点是，我就说那在以后我就可以，如果我生女儿，我就从里面抽出一支可以选当我女儿的名字啊。然后我朋友就说你这个白痴。我好像没有一个就是真正崇拜的人，但硬要说的话，应该是真的是有可能是我妈，因为就是她是一个做什么事情像什么的人，就例如说她今天做妈妈，她就很像妈妈，她就是把小孩都家里都打理得很好，然后她今天去外面，她也是穿搭的就是很完整，也不会说就是她今天出门，然后就是就是可能蓬头垢面啊，或是头发没整理啊，她永远都是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出去，然后她当老婆的时候也是，当然把我爸照顾得很好。之类的，对，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都坐在一个对的位置的人，所以就是我也希望我以后可以这样啦，就是当妈妈的时候。太难了吧，这怎么啊，就像平常如果你要自己买一个在家里买，对，不一定每个产品都要进去。就是你要在拍照的时候，你要想一下你现在想要呈现的主角是谁。我会先到 Lightroom 之后，然后我通常就是会把对比调低一点，然后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比较柔和。如果这个地方是黄光的话，我会用这个里面有一个像笔刷的功能，然后把黄色拉掉，这样东西会看起来比较突出。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叫 Snapseed 的。然后有一个修复功能，然后就桌上一些脏脏的东西可以把它修复，很光也不均匀的，可以用一个就是局部调整。它背景有时候会有点看起来杂乱，
我让就是背景看起来干净一点。好了，可以让大家看，就是原本是这样，然后变成这样。好了啦，就这样了啦。好了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啊。他就是有点太多，好像敷衍他。他们根本没有看，一直说好看。